亲和力很高的还包括了这个中医诊所的广告，每天到下午呢密集播放，你想要不看它也难。也是因为这个广告呢，现在变成模仿秀最红的题材之一。艺人郭子乾曾经在电视上秀了一段，效果超级爆笑。而现在呢，连这个神话一哥萧敬腾也来上一段。好，萧中医关心你的头痛、腰酸、甲坐骨神经痛。全台湾最夯的中医广告，萧敬腾也来凑一脚。头痛就是音乐听无够，造型卡卡无代无志就会痛。腰酸就是血路无顺，造型徛的倒的感觉拢唔对。萧敬腾戴着一副大眼镜，化身成为中医诊所医师，还讲起台语解说人体，挺专业的。坐骨神经痛就是坐了伤久，造型坐的也是苦的，拢痛到要死。扮中医师虽然装严肃，但看得出来十分搞笑。另外还有模仿秀这个假分身，跟本尊像不像？就是恁阿姐甲恁阿公套餐降价吃伤多，请中医关心你，找无工课头壳痛。请卡控制日期一五八八。中医广告模仿潮，连萧敬腾都是爱好者。前一阵子受伤还去看中医，萧敬腾现在再度发片，搞笑功力大增。沉默老萧这一次个性可是180度大转变。中央新闻罗佩瑜、方吉吾、陈文芳台北采访报道。